本期话题：金水宝胶囊的副作用。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因为金水宝胶囊呢，实际上它是里面含有一种就是虫草菌丝体那一种，就是说人工培育的，它具有虫草的基本功能。那么就是它的作用就是基本上和虫草类似，虫草胶囊包括就是说虫草菌丝体，主要还是它的就是抗肿瘤、提高免疫，这些临床用的比较多一点。当然其他像对肝硬化呀、对血管的软化呀，这些也在用，它因为还调节血脂代谢，但是主要还是重抗肿瘤方面用的多。但是呢，这个药呢，它装胶囊有临床上来看呢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是胶囊长期使用的时候，它本身胶囊的副作用，胶囊呢对胃刺激有点刺激，本身虫草菌丝体应该对人没有太大的副作用，只有极少数应该罕见的有过敏现象，但是基本上很少，所以整体上主要还是胶囊的副作用为多。